你好，我是段星星，来自美丽、神秘、充满着少数民族特色的贵州。今年22岁的我，独自一人来到北京，带着尴尬、时常两难的年纪，来到这儿或许是上帝给予我人生中一个新的指引。单亲家庭，离开父母生活了11年的我，性格两个极端，在朋友面前极度的活跃、好动。开朗，看上去就像一个天大地大、开心最大的大男生。一个人的时候，就会变成一个极度安静、喜欢跟自己内心对话的人。虽然有很多问题想不通，也会感到迷茫，甚至曾在深夜里捂背痛哭，但我却从未和任何人提起。或许这是摩羯座的倔强吧。我希望靠着自己的力量，让自己变得更强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两件事是我一直热爱且改变了我的生活态度的。第一个事的主角就是那个圆滚滚、可可爱的篮球。记得那会儿上初一，父母刚分开不久，和身边情况相仿的孩子比，貌似我们这种孩子要比别人家的更淘气、更叛逆。不过，幸好还有篮球，可以帮我释放内心的不满和戾气。上课以外的时间基本都在球场上，因为打篮球，皮肤晒得又黑，时常被周围的人取笑。因为打篮球回家晚，那会儿经常跟外公外婆闹得不开心，那又怎么样呢？这还是我一直热爱的事情，因为我知道，无论怎么样，篮球它都不会离开我。真的很感谢篮球让我的青春有着一腔热血，挥洒在正确的事上。也因为篮球，我交到了很多很好的朋友。第二件事呢，就是在上高一的时候，有一天晚自习，学校的街舞团挨班宣传招新，看着讲台上学长帅气的修完了一段舞，并且得到了全班人的掌声后，我心里说了一句：“小意思，我也可以，说不定还能对我的篮球动作和身体协调有帮助呢。”那天晚上过后，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，学了整整高中3年的街舞。有过很多的流泪、受伤、累到瘫软的时候，也有过得到认可、和伙伴们一起举起奖杯欢呼的时候。一路走来，一个人经历了太多好与不好的事情，有过失望，也有过感动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我还在坚持着自己所热爱的事物，并不断地强化着自身，毕竟这离我想要的还差得很远呢。最后留个话给8年后的自己吧。8年后的段星星你好，无论你现在是一个在舞台上闪闪发着光的星星，还是已经成为了一位普普通通、可可爱爱的小市民，我都希望你可以一直坚持自己热爱的事情，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身边的人，这就够了。还有，要天天开心哦。也祝福听我诉说完的每个你，能够天天开心，可可爱爱，积极向上，坚持着追随自己所热爱的人和事。你好，我是段星星，再会。